那么这几句话对我们现在的人比什么都重要。佛告诉阿难，阿难是我们的代表，告诉我们大家，诸于念佛者，这是对于末法时期人来说的。啊，末法障缘多啊，人心散乱，散乱叫无常。无常的反面叫住，啊，住什么？就住在一处不动了，那他就有常了。他住在哪里呢？住在念佛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一天到晚20小时、4小时。除了念佛之外，他什么也不想，他没有杂念，他没有妄想，他只有念佛。心印不坏，就是得定了，三昧现前了。这种人怎么样呢？决定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成佛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末法时期能够把这四句话抓住，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。要真干，如果不真干，心里头妄想多，杂念多，虽念佛念一辈子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万缘放下，什么我都不住，我就住在阿弥陀佛上，我就住在这一本无量寿经上。啊，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，我就安住在下莲居老居士会集本。好啊。那，认真好好的学文言文，啊，做出一个好榜样来给大家看，不难，只要下定10年功夫，你就是人上人。